到学校了啊，行了，不能你太开始久干了了啊，换些优秀的工具。先主题啊，我想一个环境啊，针锋相对，是，哎，也可废以了，啊，可可以以有了，意思的，哦，这回个个可以天啊，堂可以这有意个思的，是对，是一这种，个不是，他也不是，因为刚刚我说了，这个从成长本来也都是别工走具，别急，只是变化成了另一个这样的领域，变化走势正好。嗯，那就双方对这个工具都挺有研究的，因为现在这个飞机上这个工具属于当前的流行工具。这个红天王昨天也聊了，他这个台球打得特别好，然后说这个湖南的景色呢，非常适合运动，现在是走的是非常快速，非常快速。这个变化，蒋三往里走过，蒋三走的是后手方，往里走是红旗，一模一样的走过，红天王还是非常个性，就把你马马红六，当时他们是这样走的。他们下过这么一盘棋是那个王天一跟那个选手走对的是，蒋三，吧？角色跟角色大下过一对，盘，两个人都是拐角马，实际上是马一是顶部，都是打算顶部。都是穿过马。这个穿空马的比较有意思，经常呢有些友跟我说的，不要轻易穿空，但是穿空马的特点就是你要很快的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出路，比方说这个棋局的红方穿空马。很快通过对香槟跳到了这个相位马，黑方呢也成功顶住，对，都调整到比较好的位置。就像顶牛一样。就现在这两个马的那个，就是这种图形的感觉，就是像感觉双方在双对方抗的那互种相顶顶住着的，了啊，对，互相那顶种住感了。觉。棋逢对手也就是这样。王天一头大和同治天王的这个棋风还都是比较凶悍的那种类型。但王天一头大好像最近是比较就是有些打太极的东西也出来了。他以前还是哈，非常凶大悍太的，极对，他我看他这个下棋有的时候有些打太极了，就控制优势控制更强一些。今天的主题，边路出击啊！卒一进一，红天王还是一如既往的这种凶悍。这个车出来吃住红方的边象。武大师，你看看花家该怎么办？将了一军。将了一军的话，他如果落士的话，感觉还是得退回来吧，应该是这个意思，应该拿将下来一军炮。准备退，抓炮也是一个选择，抓炮的骚扰黑方的一个阵型。往黑都不期待，真的是。10分钟，还需要稍微想一下。就已经开始就是将军了，刚刚开炮，是在考虑落士还是退炮是吧？正常是不是应该还是落士落士正常？抓炮的炮可以退回去，还是很大。他可能对比这个两个东西，这两个棋，炮三、退二和士五可能四，他退士，你看他退士，退炮三、退炮，二，因为就这两个棋可以考虑，他他可能到对红比方一会下。打马吗？他是已经打马，打了15进4了。考虑是不是？他是就是说，觉得这个退炮以后，然后称势之后，这个马不敢出来，这让我打出命了。这个棋感觉好像感觉马太是进手士气。啊，没有跑这个边象，冲出去跟这个对方展开乱战，决战，看起来这个马扑出去非常的有力量，果然是乱战天王红日。是线路比较清晰。眼看着红方这个马四进六，大兵压境，对方怎么解决了？王天一特大这一次也是想在今年就是突破一下这个亚军，拿到冠军，非是常渴连得望，了几个亚军三拿个到三个，啊。都是非常遗憾有一些局面。这个双方都对冠军渴望，才能更加说精彩对局吧。反正这个出的太早，可能也有些风险。将来对方这个车马进五呢，是有短马的时候了，也有些隐患。要是被对方抢了车马进五，对方可就难以收场了。马四进三又跳进去，这是怎么想？感觉红方现在子弟位置是不是可有可能马四进三可吧，以组织一些那个进攻手段？这是攻马，马四进三还是怎么着？现在这个棋，马四进三有没有是别的退退象场？吗？马四进三圈子里，可能你那个右车也不敢乱动，炮平三炮平三也是是一个选方择。向吧，这步棋是牵制住这个黑方的金将，是随时把这个马换掉。这个马呢，比较讨厌的，对红方而言，你老是顶住他，他没办法。对，他肯定想把这个战清楚。对，挂红心还是什么？这步棋应该是会让王天一特大想一想。王天一特大是不是感觉就认为他会马四进三，然后突然走出一个炮平三，他得先考虑一下这个。本身这个棋的话，已经进入到一个中局，相对而言有一点复杂的一个盘面，所以双方肯定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来判断局面。我把兵器还是封锁住这条线的这个牵制，一直打香了吧，是不是？像已经失去救火。如果不打香的话，失效的话，那个红方可以从容的把象补起来。也在考虑，打了，必须寻求反击。失去救火，马七对八。我发现红天王这个棋，就是说他总是能逼对手跟自己进行这个复杂的这种纠缠。是，这是他能力的一个体现。虽然有的时候风险也很大，他喜欢博风险弈。大嘛，收益也大，他这个是成正比的啊。
下面是不敢下面是如果你寻求询问的话，你是没有危险，但是很难突破敌人。对，现在可能会对马，你退为进，马上退士，那马上退士，对，马上就是黑方从八十一二，马上退士，然后马上退士之后，然后马七进六难道有？这种数据还有马七六？马上退士，他马啊直接八跨七退一，没有马七六，这个棋如果刚才复杂点，还有马七六的可能性，但六是七有没有？哦，没有。黑方的这个炮只能退一步，这是关招，不能横着走路跨八了，我们炮有大底僵持。那这个棋是不是要用炮顶着，顶起来？炮啊，顶顶起来等于马七二啊，这个是一个炮三七二顶一步，然后我再重新调整这个位置。啊，也是一个选择。你试一下，那帮出来有没有更好的？你看看更好的。这个棋比较难判断，应该说中局双方已经纠缠在一起了。马十进五的，对不对？马十进换了。从第一感觉上来讲，就是说，如果这个棋特别快的情况下，我会选炮三将顶先顶再说，对吧？如果只能几秒钟，我就现在时间还有，现在能看到红方四分多钟，对方是五分多钟，跳马七加啊，马八先顶住。他是跳进去然后再顶，有这种可能。现在感觉要是不顶的话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好的。这个时候他去，反正不是太理想，被包住了，是。比较属于就是加入了加的人，这马这样给顶下来，待会儿还不好撤退啊。这个还顶住了，他走这个就没得选了，只能顶了。二十一还是什么？把马的封一下，打，然后顺便打一下。那这个很有意思，黑方也迟迟不敢出象，就靠机会一，望着大家看，这个眼光毒辣的。其实这样没用，真是。其实这样的话，这个炮过去，你看得出双方很高兴，但是没有配合，反而浪费这个部署，对，失去一些这个防守的点位。那红方回了一个底象，双方继续的在这个阶段紧张起来。我们挑一些网友的这个和他们互动一下啊，说说看，我们看看谁的发言比较经典。大家现在可以提提问题啊，像我们的这个汪洋特战。提一下这个问题，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谁的发言比较精彩，我们挑到时间来回答一下。让人做首诗，我们就看这个有一个姓王的朋友啊。我这边说这个就是神仙打架，无形中力量无形中进攻与化解，有点意思啊。神仙打架意思就是还是有点看不懂啊。他只是感到说，若有凡胎啊，很难识别。但是这个现在这个棋局的话，好像黑方逐步的顶住了红方的这个进攻的一些线路。嗯。那么现在作为红方而言呢，这个少一个象，如果完全被对方守住的话，还是有隐患的。另外呢，这个山路马呀，这里压住好像是挺高兴的，但是并没有进路，退路也给阻断了，七八零七，准备八七八八八零九八七八零八八零九。汪洋和他去年参加这个，参加这个对，去年参加，现在达到17万多人，现在9点多了。有点上去吧。反正上午这个祈祷的人还是挺多的，是是是。要是这个决赛在下午的话，那就不得了了。对，就是要想看到这个精彩表演，也得祈祷吧。发现鸟有虫吃，这应该要去跟住吧？跟住八米九，迟早是跟住的。有人说文慧啊，找一下这个一线的明星赵丽颖。小谷，小谷好像小谷很少很少出来了。小谷那个啥那个，就说辞职了以后，很久没露面了。还是跟了一下。啊，沧海一粟，你好。然后和汪洋特战打招呼的棋迷呢，非常的多。我们就统计呢，欢迎大家。果然啊，果然仍然是，就是像我刚才说的，那个纯粹的这个抓炮啊，是只是一时的，最后还是要做出选择。哦，这个我们看到红天王这个思路非常明确，凭抓兵机就准备这个兵机冲过去。嗯。双方都只剩2分钟的时间了，节奏快，马上就要进入这个比较关键的时刻了。就说，哎呦，这个兵被吃掉了，吃掉了可就要被动了。一米八，一炮白云四还是怎么说？白云守得住，局势米三，被局势米三，将军垫车，这样红方就显得被动，也不太守格了。下底将被换上，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，不好控制了，白少一象。欢迎卧龙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！这一次我们的直播有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，是多平台、多开放的直播。然后我们把这个画面呢共享出去，然后让非常多的这个平台呢，我们组织呢一起直播。这一次赛事，所以不光是我们直播间呢有就是48万人，想必呢很多直播间都有几十万人。对，咱们直播间呢就是代表几个电竞啊。对，我那边。那天王啊还是不甘心，不甘心，不甘心把局挂掉，继续的选择了保持变化。这个棋就是，但这个兵是不是会丢的有些可惜啊？肯定是有可惜了。对，这样这个兵丢的话，意味着红方已经没有进攻力量了。据我观察，这个继续保持的话还是不够明智吧？应该按道理来说，应该抓紧把局赶紧换掉。嗯，这个其实这个他可能觉得对方暂时呢这个好不了，下不来换啊，还得换。这老是不换的，老是不换的话，风险很大。换掉的话，这个可以很好的缓解压力。我们都知道，这个少个象呢，怕这个黑方这个车炮的攻击。但是如果车没有了，那么这个威力就会大打折扣。始终不甘心啊，始终不甘心。
这个棋现在是不是黑方已经有点这个反过来的那种，红方先手不大了。已经是黑方好了，因为单线嘛，然后是我们来小这样啥也没有了，黑方阵型非常坚固。所以我刚才我想法是觉得这个红跳完了可能不够明智吧。现在跳马四进五也不是太好，是，但关键如果是黑这个方车不马进所犯五，的话，隐患非常大。然后很尴尬，刚才马四进五也不是太好，但是象又稳住了。这个危险，这个象被白打，居然没有抓马，这个危险。居然你先抓啊，先把炮赶离，然后再抓马。红天王下定决心要在这一盘里面一决高下，所以不管你这方打象干什么，他都不理了。但是怎么说呢，我觉得还是不够明智吧。啊，双方红牌开始弃子，这个白宰相不是白送一个子吗？打象然后呢，没有后续手段，看来很遗憾。今天本来是想着能否大对，家这个看都多看看出这来，个。很遗憾又要分胜负了。这样看来天王危矣啊！冠军，反正无论怎么样，这盘棋可能冠军都要带，就冠军这样肯不定要行，带手。这样红的兵不行了，白少一只，没有什么攻，就特别强的攻势。基本上不行了，白少一只。所以说刚才呢太不明智了，正常下棋的话，无论如何有两次机会换局都不换，应该是我们选择棋局的话，一定要根据形势判断，千万不能这个蛮干，有点蛮干的感觉。对，如果有符合这个红天王的风格，那你很出奇啊，贯彻自己的风格。其实吧，军队掉的对，那个话，军如果队。双棋对掉的话，得胜的概率起码有80%；如果和掉的话呢，至少的话你可以进入到这个加赛阶段。加反正五加三的话，这谁收拾？这样的话，棋局已经结束了，输定了。拍一平五，单打，马七进五还是不行，马七进五可以跳进去，九五平七呢也行，怕的话也输了，说是或者出将杀棋，都完了是吧？不行，马上输了，狙击教室杀，然后吃炮。太遗憾了，太。